我们有一些非常好的客户，就是当遇到复杂项目的时候呢，客户愿意和我们一起开发，也就是客户愿意付费，我们乐意开发。那今天呢，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的一个成果，就是这三款面板。那起初收到客户的图纸的时候呢，我们觉得是不太可能做得出来的。但是跟客户沟通之后呢，我们决定还是试一试，看看最终能做成什么样的效果。那现在这三款面板已经做出来了，我们来看一下吧。这个异形啊，还有这个开孔，对我们来讲呢，对我们现在来讲已经不算是什么难度了。那难度在于这一圈圈的凹槽设计，它这是有感的台阶啊，所以它是一圈一点一点的磨出来的。那这一款是最多的，它一共有11圈。做玻璃盖板呢，我们都知道，在就是最担心的是，就是在磨的过程当中，磨到最后一圈或者最后一点的时候，这个玻璃它破了，那整片就会报废了。所以这样就需要很高的就是细致度。那现在这三款已经做出来了，那我们就来沉浸式欣赏一下我们的成品吧。原来呢，我们以为做不出来，但是现在我们最终没有辜负客户的期待啊，所以成功的做出了这三款面板。那我们也期待下一次的挑战。